你干什么呀你？凭什么乱打人？你谁呀你？欣欣，你还好吗？没事。周欣欣，你真行啊！男人一个一个换，还把我儿子耍得团团转。你们到底有完没完？为什么不肯放过我呢？这句话就是我问你的吧？你为什么不肯放过魏婷呢？今天是你儿子故意打电话叫外送的，你可以拒绝他。 老实说，你想到魏婷对你还念念不忘，你心里也特别开心吧？你真的莫名其妙。你话给我说清楚。哎，你怎么又来了你？你要说清楚，去警察局说。好啊，你就是不让我有好日子过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想到魏婷就落任何好处，只要我活着，我就不会同意。 喂，警察局吗？我死我都不会同意。这里是光复北路190巷。对，有人在闹事，请你们派人过来。你还好吗？我们先上去。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刚刚发生的事，真麻烦你替我保密。你什么事都要自己承担吗？当初那个人是我自己选的。 现在当然自己承担啊。还很红吗？我再冰一下好了，等下被我妈看出来。 星星，赵勋哥，我有没有跟你说，我跟天宇在一起？安妮有跟我说，说你喜欢我，我在想，他应该是误会了，你是不是问？他没有误会。 谢谢你，但我对你只有感激。我真的很感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。 到现在都还记得，我们第一次在医院碰面的时候，对我来说，你跟张叔都是很重要的贵人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 我先上楼了。